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勋祥 Brian。这个礼拜天呢，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一场非常难得的安利创玩家表扬大会。为什么说很难得呢？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已经到12月了，这竟然是今年台湾安利的第一场实体大会。虽然一样有开放线上直播，不过呢，我还是想要亲临现场感受一下安利公司表扬这些优秀直销商的荣耀时刻，也警惕自己，好久没换聘了，大家都在等着呢，赶快让自己重回最熟悉也最渴望的舞台上吧。那这个礼拜呢，除了表扬大会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讯息要来推广，那就是希望工厂的捐款赠礼活动有来啦。那继上一次的公益帽 T， 这一次送的东西既好看实用又特别。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这次特别跟国际知名户外用品品牌 Jack Wolfskin 杰克狼皮联名推出了一款多功能后背包。虽然说是正品，但质感一点都不输市售的背包，不仅轻盈好背，容量大，两侧呢还有口袋可以收纳水壶、雨伞或者是相机脚架，而且呢在正面和顶部各有一个拉链袋，可以收纳常用的小东西，用起来非常方便。重点是你只需要捐款一张小朋友就可以得到这个背包，还能支持更多偏乡地区有需要帮助的孩童哦。总共有红色和蓝色两款颜色，如果有选择障碍，那就各拿一款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详细捐款连结呢，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目前捐款十分踊跃，大家手脚要快哦。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精彩内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并且同步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粉丝专页，我是 Brian， 我们下周见。他来的时候是二年级，然后来的时候特别的娇小，然后也特别的瘦弱。他的父母亲是从事蔬果跟蔬菜批发的小盘，爸爸跟妈妈去产地做采收，这个小朋友他就在车上，就可能简单的棉被，然后简单的面包就可以温饱。那导致这个小朋友可能长期营养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加上睡眠也不够，所以他的身形比一般的同年纪来得娇小。啊，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蛮难过的，因为很不容易啦，这个小朋友。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边的小朋友父母亲真的没收入，没有饭吃，也没有资源，我们就会请他额外多打几份给他，然后回去跟父母亲同享。贫困的孩子是弱势中的弱势，他们在社会的许多角落需要我们伸出援手。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坚持守护偏乡弱势的孩子，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在这边我们也很谢谢安利有这个机会，然后照顾到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即日起捐款1000元以上即可获得限量爱心多功能后背包，背上背包，惜爱前行。